明明就是在骗我，我哪有可能相信你？紧给我放开！安怎？你以前不是真介意我安尼甲你冷调调的？哪会才几工无去面尔，你又变啊？你袂当甲我提醒，我背到内底有咱的囡仔呢。哼！我哪会甘要让你死啊？你要甲所有石拢杀乎我，我完全会当接受。一条罪，我就算你一千万就好啊！家家的了花钱啊，我就帮你算。我哪有才调去收这么多钱？这个呢？你做啥好一点时间啊？没有搞成效呀！当初恁妈托送给你的时阵，拢是我在处理的。你偌济资产，偌济现金，我都清清楚楚的。我即马给你讨钱的，已经算是真俗啊！你莫搁搞我弟亲啊！啊！不过遐个钱，即马是阮哥在管啊！莫用恁哥当作小卡。你哥想我清清楚，你哪有可能把恁妈托送给你的钱，交恁哥去管理啊？我忍受你这样过，给你讨钱的，已经算是真客气啊！你若是搁搞个啰嗦，我就对你无客气啊！什么人英雄啊？明明就是你呢！你别后背来哦！把你害的人明明就不是我，你小子别去找伊报仇啊！我为着你哦，众叛亲离，这一点仔赔偿根本就不算啥。你给我听清楚啊！我给你24点钟。明仔载这个时间，你要把钱交给我。你若是敢变鬼变怪，我一定会让你生不如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。